铁桩真的很麻烦，对吧？你看后面这个场地，边的约系列 off road 训练，快知道我先报道。这个来一定要先检查车，这个范德基我们的车，对，这个车啊，这家伙来一定都给我调成 Angular Dynamic， 还要有检查，因为我没有那么熟嘛，一来见面就直接狂认开始。你可不可以有点节操？开始就好了，因为有点节操啊。对，这样，天气这么好，比较安全啊。哦，好，你看啊，认哦，然后按，然后也可以关。可以啦，我还是保持状态。任模式关巡机什么意思？人贵自知。嗯，好。但是之前的有鸟，谁的安全帽？不敢戴。倒车，结果倒车怎么办？叫朋友来。大声救命！当你如果找到车子完全的平衡点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哎，没人给我拍了，有拍了，拍走了，拍了，有有有。因为其实等一下会上到的课是比较，其实我觉得这为什么要来上课就这样，你真的原理听懂了，其实没那么难，可是没有人跟你讲，没有练习，真的遇到的时候你不会用。车第一件事情，昂诺的，上次有教过，导车第一件事情，关一下。可以回家了，你要去练习一下。那我不要，没有，因为导车我还是会叫你的，要好好学这个。所以这一趴是我得要学。没有，其实你看啊，必须是我学。我们上次那个 T700 的时候，那车不会比这个重。哦，对。但那个班级是真没用，但是用这种方式就会轻松很多。但还是要练习，就像跟你刚刚说的，你找到平衡点，牵起来找到平衡点以后，然后。好，你看会了，学会了哈。等一下午休，你就好好练习，因为以后如果摔车、倒车，我还是 kill 你，好不好？好，站。Thank you.
好不好？对的。沾染了灰，让久别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。你是觉得很无聊？有一点，好想骑车哦。可是又学到新东西了。我先教你。好，爸，每次现在中国就要说，哦，吴越，我的示范就很顽强了。我那样这样讲，你不要那样。可是像刚刚那个动作啊，你看几个大哥，他只要敢动作做出来，其实都会基本上是八九成。对啊，你如果动作比较小型的做不出来。上次我不是去问那个教小朋友骑车的，对，他说有一些刚教越野车的时候啊，有一些父母他会只用那个弹力绳，他把小朋友手吊着，然后那就让他一开始先习惯嘛。对，那你习惯，小朋友不怕丑啊，就说哦就是这样啊，之后再把袋子拿掉，其实他们就知道这个动作就可以了。有点像以前武侠小说练轻功。要绑沙包，强迫你习惯。回话不要这样。嘿、hey, ，对，就是这样啊，弹力绳哈，不要什么轻功，别这样不要背起。对，最后跟特别窄。对啊，嗯，我想试，可是我在他前面就熄火，就没得玩了。可以再试吧？应该可以了，再排队啊。哎，我刚有过吗？有啦，不是很漂亮，但完成了。直接光拉回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好棒，你最棒了。的这个训练呢，我确定一件事情，我是一个左边人，这边好难哦，惯用手的关系吧。嗯，可能因为我这个在上面，我刚刚需要，因为它地不是完全平的，嗯，我右手这样扶油门比较顺。哦，对。要怎么样？直接飞过去？没有，要爬坡了。
这个问题。刚刚呢，终于正式下课了，这个 BMW 绝系列 Offroad 训练，我觉得这真的蛮棒的。就是其实今天来就是办的邀请嘛。那我本来之前我想说应该蛮简单的，因为他说 Level One， 可是你看其他教的一些东西，有些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像那个方框里面绕圈那个，哦，对，我觉得那有点难度哎。可是像我就右边障碍，左边就可以。那他们这种训练其实有开放式，包含里面的弯道，包含这种绕锥，你真不行，你往旁边去，其实安全。你看，有比较年轻的，有个帅的，有比较就是资深骑士，也有比较菜鸟骑士，有大排气量、小排气量，也有骑车比较多年的前辈啊，年纪比较长，但他可能没有比较少玩越野，所以我是玩得很高兴啊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 BMW 车系这几年在变，车变聪明啊，那品牌那种感觉其实也在改变，因为。以前我们都知道 BMW 骑士都很帅气，出去玩一群，吃喝玩乐很棒，那感觉很好。而这几年他们透过 Johnny 这个 TMT 加强的驾驶训练，我觉得更棒。因为其实他常在讲一句话，可能有点不礼貌，但我觉得说真的，一百干八贵一般，背几台车，你没有把他性能给发挥出来，其实有点可惜，对不对？他电控系统那么强，而且你知道早上，我觉得他跟其他我们上过一些安驾比较不一样，就是。刚刚应该早上我们来的时候，他其实有花一点时间在讲解车辆的一些构造或是模式的选择，因为 BMW 这个东西太多太强。甚至我偷偷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刚其实作弊。好，这不太对吧？上坡起步的时候，第一关不是上坡要卡在那边吗？对，我一开始有点担心，后来我想到我的电子悬吊。哈？把玉仔放低，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我那低坐高板，我回到标准坐高。哦，好，对对对。Okay. 后来我觉得，可以，我就回到双人的玉仔比较多啦。是啊，合法作弊啊，傻孩子。对，是Johnny哥。没有Johnny哥，还有 Level One 的证书。我很高兴的。我今天本来想说，就是来问导游的，结果问导游啊，没有很扎实。我刚刚跟他说，其实像我觉得你们的东西很棒，就是早上你从机械结构开始讲，我很喜欢你讲那句话。一开八贵版没几台车，然后你不了解它，是啊，很可惜啊。你当然要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嘛。对，对啊。而且跟着你成长，你知道？我没有来拍马屁。你看，两年前去水牛坑，我只有在摔车。然后上次宜兰，今天很棒，对，进步很多，很棒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问一下，顺便问一下，是基本上只要 BMW 车系像他们办的活动，是，其实大排量、小排量都可以来，当然都可以参加，都可以参加。不同的车系有不同的活动，譬如说我们的 Offroad 课程就是针对 GS 的车种，不管从310到1250都 OK， 是，当然750、850全部都是在内，都行，是，好，没问题。所以有买车的再找江哥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很赞。好，等一下拿证书。好，还好没讲他坏话。作弊刚没听到了，应该没有。但影片会播出去，他就说证书给我，这证书拿了我回去裱框，我就这样。好。但我说真的，就是其实还蛮好，而且他教的东西是实用的。我们之前在场地里面不是飞飞去飞很高兴吗？对。其实今天孙国军有讲到，来，孙国军，像那么变态干嘛？不是，你看我们之前在场地内，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出脚过弯是往前，对，重心往前压，因为我们要比较甩尾过弯，对，跟来这边不一样，它是用极度的算外倾啊，那用这样的方式转向是你在林道里面重比较重量级的车可以做，所以玩法不同，提升方式不一样，但都很好玩啊。对，好了，我重点是讲说，我觉得其实玩车不要怕，就尽量去尝试看。顺便讲一下，我今天骑了一整天的车 ，F75GS。其实我本来想说应该不会很好骑。你怎么有这种可能？ BMW 招牌是什么？水平对卧。再来。再来。轴传动。啊，是是是。两者皆无。它是并列双缸啊，链条。可是我必须说，它的操纵感没有那么的重，所以像我今天来骑，我没有在骑 BMW 车系的车，但骑起来我觉得很好上手。然后一些该有的，比如说电子悬吊啦，一些悬机的配备等等。
其实它都有，而且给了实际做动效果不错。其实我知道很多包含 BMW 车主，或者说一般中介，其实我们会觉得，哎，就是山路上就是速度哦。那我可能如果今天要玩 off road 的话，我可能比较轻的车子。但其实我觉得像 GS 这样的车，或者说进阶的这些操控技巧，你去学会它，它可以让你的车子变得有更多乐趣。我提醒大家，你来上这种课程，把你的心胸放开。你知道所有啊，像我跟 Andy、Sam 或者是Johnny 他们询问，学最快学的永远都是你不要抱有旧有的观念，你就是扎的只是去做，专心的去骑，你就会进步很快。如果你 gay 的话，就很难学会。好了，我先说一说，等一下班差证书了，这个蛮好玩的，下次看有没有机会考 Level 2。你要不要考 Level 1？要。没有车借你。哎，拜拜。恭喜！谢谢！恭喜恭喜！对啊，恭喜恭喜！好，恢复背景。